我们看一下哦，怎么样？这样子，好，手动就可以了，手动就可以了。好，手动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个呢，就是把滑鼠里头加滚珠开关，然后用一个束带绑在手上。好，那在移动的时候，它就是变成打击。好，所以可以绑在呼啦圈上，跟就弹跳床上，效果应该更好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